耶、好，很好。那个，我的曾祖父的名字不好，黑店。我的爷爷叫多金，所以我爷爷的名字。来，看到我的镜头，你们这个太开了。来，哦，这样可以来。
没有打混呢。为什么不敢？啊，哥哥，一二三，哇，耶！跑那么危险，是呀。哇，随便摆都很美了，哎呀！啊，进来进来，一二三，哇，真的是。潘潘的，小潘潘的。好嘞，耶，耶，耶，哎耶，越来越多了，好好好，走。好，我们往前走，到河床边找个位置坐一下，我来解说。哎，你看看人家要手牵手，你不给他牵，牵了才会怀孕呢、啊。哇哇，到河床边找个位置坐，我来解说。我们等下要往上游走，不是蜜蜂，这个是盐肤木，罗氏盐肤木，盐巴。对，罗氏盐肤木。对，耶、yeah ！好好手牵手，回去一定怀孕。我告诉你，怀孕吗？别，要男女，男女，男女。哦，你们两个表现得很好，哇，准备怀孕了。准备马上游戏哦，你看，好，欢迎欢迎。那个免费住宿啊，免费来这边坐月子。我的环境多好啊！对呀、啊，好啊。你是小班班的，对，看得出来。林硕 ，OK， 因为刚刚林硕跟我跳过舞了，我看得出来了。林硕，你刚刚没有上来跳，所以你是小潘潘的。这个也是小潘潘。到河床边找个位置坐一下，我先解说。哇，你这个光着脚板子走完全程不得了啊！这个，你准备找十八岁的回家了？这边能量很强的。你也多狼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好，走到河床。你这个衣服为什么要写"爸爸"两个字？圣母的爸爸。哦，爸爸节是吧？耶、走走，好对，左边有没有黑色的吊桥桥柱？好，那个是日本人留下来的，日本人盖这个吊桥哈，我们用了30多年，韩日本人。结果，哇，今天的景好美哦，蓝天白云，
蓝天白云，好漂亮！继续往前走，我会追上你们。对，我们过了吊桥就等一下。好，如果陡坑被水冲着，你们要来救我。一二三，哈哈，好，很好，下边的。哇，这个都不鸟我，很好。哎，你们比较亲切，你们好，就是在帮各位摄影跟拍照。那么，所以孙运璇先生啊，他真的很伟大，他居然呢能够有那种智慧，弄一个高落差的发电厂。所以以前的十座水力发电厂呢，除了龙建以外，其他九座发电厂的发电量还没有龙建一个发电厂发电量来得高。好，那么我们等一下往前。啊，是耶，赞，很漂亮。好，继续往前走。结果有一个朋友想起来这边拍照了，走到一半他就回头了。来，科文，耶，哇，很棒很棒。耶、yeah ！来，这一组的跟我，耶、yeah ！室友，后面的怎么落后那么多？好，哟哟哟，拉起来了！哇！特写特写，耶、yeah, ！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最后边的就不鸟他了。OK， 进场了。OK， 水帘瀑布就是要保护里边的引水隧道而盖的。来看我喽，一二三，耶，很好，这边的看我，一二三，耶 ，OK， 好，耶，我是随意拍的哈，这样，慢慢的，慢慢的。慢慢的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你们很厉害，成功喽！到第二天休息一下，我们老合照，很舒服。这个有进来的要再年轻五岁。美了，可以了。OK， 啊，口罩，口罩。哇，这样才美嘛，对嘛？来来，你们两个也在那发呆了。老师，你是不是张嘴了？啊，睡呀睡呀。啊，有了，很棒啊！你们两个是干嘛？一定要没有人在身边。啊。你们这个底下拍不到了，有声耶！哇，全部进场 ，OK， 可以了，哇 ，OK。外边下大雨，我这边没下雨。好，领错的来，一二三，耶！你们是最神勇的，哇！啊，这边独自拍照，耶！好，进场了 ，OK。这个龙就乱飞了。
车子，车子，小车过来这里，小车。色泽，你衣服色泽很棒，颜色配得很棒，超级漂亮的颜色。哇，是哦是哦。哦，里长带这么多人出来玩，环保志工。哎，里长，你们人数漂亮啊。这个景色太好了，色泽了，水石之美完全呈现。姐的服装穿得很好，很搭配，往上攻。对，然后上面就是大草原，大草原再就左转往下走。对对，就是沿着大草原就回我家了。对。慢慢的走，对，马上就过了，过了这一段就好了。这次来脚底按摩按得可过瘾了，这个大概准备七十八岁的回家了，回村了，回村了，一定回村。这个就是跟哎，小心，这个要接触大地啊，哎，就是这个接触大地，把大地的这些磁场带回家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上面就好走了哈，这一段也很难走，下面就很棒了。上面的大草原让你光着脚板就更好。大草原，大草原，没有，那是我们的多功能运动场。他们在上台了，看到没有？个子那么高干什么？个子高就要被淘汰，所以个头小的有优势了。那个女生175公分的话 ，K 到了都用啊！我真的好想变矮了。好，这一段难走哈，后面就好走了。小攀攀的，好，你这个影片拍，如果你的照片拍得好的话，抛给我，帮你做影片。哎，我们有没有 line？ 你跟我有 line 吗？啊。慢慢的，慢慢的，那个不是，那个是来玩的，他们来这边自己来玩的，没有错，这边有那个鱼人精呢，哎。鱼人金呢、哦，它也是黄金，但是它的那个含量太少，太少了。可以，就是量太少。这边可以抽洗啊。
淘洗杀鸡呢？哎呀，这个个头太高了，被撞到了，你看看，要被淘汰了。OK， 看看，看看，好，好哎 ，Fine，Thank you 哇，耶，那就翡翠谷啊。哦哦，那个是我们的那个你把我们的汽车带回家了。耶、yeah ，好棒好棒，好嘞，耶、yeah ，对呀、啊，用跑的，哇，夫人第一名哦，夫人第一名哦，你们第二名哦。走后门。等下进去了，那个冲脚的哈，对，进了，进场，进场，没有关系，这边安全的，这边安全的，啊，不是坏掉，他不想穿，回到家了。我看到灰气冲你，我不敢进去。我在，我在，我在就请进。醒了没有？但是我跟你讲啊，在马上年轻十岁。真的，睡哦，好，可以了。不是，因为很多人呢没有在我家停车，他停到后边都进去里面捣乱的，啊，乱丢垃圾啦，要不然就是上厕所啦，弄个脏兮兮。这是我。这里有个是停车场啊，然后这个是我的园区啊，我家是付费停车场，这个是免费停车场，我没有公厕，不给他们用了。我说你进来要付费的，使用者付费，使用者付费，临时停车场，而且又要上厕所，要人要打扫。没错没错，一样一样，不是提前讲。哇，你们两个一直手牵手，回去就要怀孕了。个子太高了。啊，今天太高了，太高了。走哈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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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太棒了，小潘潘，台中的阿信，哎，好了，等一下没办法跟你们说再见了啊，旅长漂亮的夫人呐、啊，哇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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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哈哈哈。